道美食，蕴藏生活智慧。明月几时有，把酒言。一首词传唱大江南北，不知天上宫阙。一种人生态度，迷恋幸福生活的秘诀。一提到苏东坡，总会引起人们亲切敬佩的微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近千年来，他的形象不断地被呈现、描绘和刻画。人间如梦，人间如梦。人们诵读苏东坡的文章词赋，临摹他的书法，谈论他的生平轶事。他是永不过气的偶像，追随者不分老幼，跨越古今。是什么铸就了苏东坡的魅力，让人们对他喜爱至今？公元1079年腊月，北宋王朝最高司法机关御史台的监狱里，关押着一个特殊的囚犯苏东坡。在牢狱里，苏东坡度过了100多个日夜。旷日持久的大雪让苏东坡怀念起老家眉山，闽江河边一座温暖向阳的小城。公元1037年，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眉山。民间传说，就在这一年，眉山一座原本郁郁葱葱的大山，不知为何突然花草凋零，树木枯萎。过去有一句话，眉山除三苏啊，草木为之枯。啊，人借助这个传说呢，来寄托自己对于苏轼的这种才华的仰慕。今天的三苏祠曾经是苏家的老宅，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位从这扇门里走出来，他们就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公元1056年春天，苏东坡平生第一次离开了生活近20年的故乡眉州，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前往汴京参加科考。苏东坡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他父亲带着他去考进士那一年，遇上欧阳修。欧阳修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他也是北宋文坛的领袖。当时空虚造作的文风泛滥，欧阳修改变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就是你心里有什么，你就写什么，用一种自然的笔触表达自己的心灵，就让苏东坡赶上了。所以说，这是天地的际遇。阅卷时，欧阳修读到了一篇文风质朴、立论深邃的文章，他拍案叫好，打算把此人取为第一，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又不敢录他为第一名，因为北宋的科举考试呢，他是那种糊名的，因此欧阳修也不知道谁写的。但是欧阳修一想，能把文章写得这么精彩的，估计是我的学生曾巩。说给我自己的学生第一名呢，不太好，算了，给个第二名吧。拆去糊名的纸片，欧阳修才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并非曾巩，而是苏东坡。欧阳修他就说，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经常读他的文章啊，冒汗呢。他说30年以后没有人知道我欧阳修了，30年以后人们只会知道苏子瞻。
2015年，苏东坡生日这天，一群苏学爱好者集聚一堂，举办一场为苏东坡祝寿的活动，名曰“寿苏会”。众人关注的焦点，则是东道主吴立谷收藏的一方古砚。得到这份砚比较传奇，十几年前，就洛阳那边有个朋友说有出现一方砚，它是五代的，因为后面有年号嘛，五代的年号，然后说叫汪少辉，但是我不敢相信，这名气太大了，这李后主的父亲刻砚台的，然后我让他图片发过来一看，果然是汪少辉。这个砚是谁送给他的？是王巩、王定国。这个砚台到他手里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藏的，是用漆粘起来的。后代的得到这方古砚，吴立谷十分欣喜，他感觉自己在冥冥之中与相隔千年的偶像取得了联系。因为我本身就崇拜苏东坡，精神所至，发现他在我手里。在文人地位极高的宋朝，苏东坡20岁高中进士，30岁时，他已成为名头最响亮的大文豪。东坡先生他不是神，他不是圣人，他也身上有些弱点，譬如说他的个性，才华外露，他不考虑别人当时的感受，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公元1061年，苏东坡来到凤翔府任职。年轻气盛的苏东坡和太守陈希亮个性不合，他们的关系陷入了僵局。按照这个惯例啊，大家就过节的时候呢，大家在一起聚一聚是吧，嗑点瓜子聊聊天是吧，弄个茶话会，那邀请苏轼也去而不去，拒绝参加。过中秋节你不到知府厅来参加宴会，然后这个一张罚单就过来了，发铜发金。那苏轼心里就更不痛，就是一个很骄傲的成长在表扬声中的人，突然碰到这么一位主，心理上很难接受。不久，苏东坡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太守陈希亮修建了一座灵虚台，邀请苏东坡撰写一篇文章。苏轼借着写这灵虚台记是大发牢骚，这个地方啊，原来那都是宫殿连宇啊，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宫殿，什么阿房宫这些都有，现在在哪儿呢？都没了吧，财源断壁了吧？你现在建这灵虚台，总有一天也会成为残垣断壁。建筑是这样，人事就更是如此。不要看有些人现在得意一时，将来终归也会有该得的报应。苏东坡借着灵虚台感情怀古，暗含讽刺，没想到这篇文章陈希亮一个字也没有改，刻在石碑上，立于灵虚台旁。若干年以后呀，这苏轼经历了许多的风雨，然后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后悔的。他给陈希亮也写了墓志铭，他在这个墓志铭当中呢，表达了自己就是少不更事的这样一个悔恨。苏东坡入仕之初的宋仁宗年间，表面的太平之下，掩盖的是积贫积弱的王朝。这个北宋啊，国库空虚，经济上非常困难，就是神宗的太后想做个数，国库都拿不出钱。因为不改革，国家没有钱，不改革，那么军队也很难抵御东北的契丹和西北的党项人，非变不可，不变恐怕真的就要国亡。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即位，他任用王安石施行改革，力图自强，这就是王安石变法。To make people all the same, little robotic units. He would have been happy with robots. I'm not sure. So he wanted conformity, conformity of thought, conformity of behavior. 王安石要快，要高效，不允许讨论，不允许批评，决定他用的人就是很年轻，资历不够，然后又一心往上爬的人。别有企图的官员混进变法机构，
刑法没有起到正面效果。朝廷官员以支持变法与否而分裂成两派，内耗式的党争愈演愈烈。其实啊，过去我们讲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一种误解。苏轼他并不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反对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变得太快太急。宋神宗急于做出改变，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苏东坡陷入了忧虑。王安石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人，他说服人的能力那绝对是一流的，而他恰恰说服了最有价值的人，就是神宗。这两个人都是法家的信徒，骨子里他们信法家，他们要高效地推行一些东西。明知是以卵击石，苏东坡还是忍不住要发声，他写下了《上神宗皇帝书》，就经济、军事以及变法提出自己的见解。You know that he only wanted the emperors to listen. He wanted the best social policies. 他也曾经说，如果不让我把我想说的话，能够一股脑都说出来的话，好像有一个什么骨头卡在我的喉咙里一样，不吐不快。苏东坡的劝谏无法扭转大局。王安石变法的第三年，欧阳修辞去官职，退隐灵泉。不久后，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隐居洛阳。公元1071年七月里，苏东坡来到杭州任通判。在江南绵绵细雨中，他听到了百姓的哀怨与痛哭。그런고통을현장에서보았던수동파는당연히그아픔을백성대신해서말할수밖에없었죠此后苏东坡先后在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出任地方官，他在杭州修水井，在密州捕杀蝗虫，在远离朝廷的地方，苏东坡实实在在地为百姓造福。他到了徐州，正赶上夏天，黄河那边从徐州这边入海，城里人都跑了，只有他戴上斗笠，拿起叉来挽起裤腿到炕上前去。大家一看苏太守都不走，于是这群人又回来抗洪。苏东坡率领军民抵御洪水，得到了皇帝嘉奖。苏东坡不会想到，这让朝廷上的小人们妒火中烧。在湖州的时候，苏东坡就闯了一个祸，因为古代朝廷让你到哪里去，你都要谢恩，他就写了一个谢表，心里大概憋了一些气。他在这个上表当中啊，就说：“皇上啊，你把我站在朝廷里，施展不开我自己的才干，把我放在现在放在基层，或许啊可以为老百姓做点事。”御史台的官员弹劾苏东坡在湖州谢上表中大放厥词，愚弄朝廷。接着他们找出苏东坡的诗集，指责苏东坡讥讽朝政。我的确苏轼写诗和文章讽刺新法，他本来对新法就有意见。比如说他有一首诗说，新法呀推行了以后，农民光是走你这些程序，一年倒有半年都住在城里头，天天就盖章了，别的倒没得到什么实惠，他们家带着孩子连城里的口音都学会了，这很明显是在讥讽新法。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属于诬陷，像苏轼啊写过两句诗，他意思说这个会说啊，这个根呢、啊、在地底下盘，它弯曲，这只有谁能知道呢？只有地底下的龙叫蛰龙知道。结果当时的一个官员叫王贵，王贵说陛下才是龙，苏轼呢不求真龙，跑到地底下求蛰龙，这就是诬陷皇上，那这罪名就大了，这是欺君之罪啊。此时的苏东坡
还高枕无忧。有人偷偷告诉苏东坡，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心里没愧，一开始，所以很多御史检举他，他就觉得行了，这回我不愁我的诗皇帝看不着了。御史台发出了逮捕苏东坡的命令。最先得知这个坏消息的是苏东坡的好友当朝驸马王申。王申立刻派人向苏东坡通风报信。苏轼在生活中是一个感性层面上很强烈的一个人，面对生死眼都不眨，这不是苏轼，他害怕，以至于后来这个办案人员来找他，他和他的这个副手通判就是，我还能穿着什么服装去见这些人呢？我是已经成罪人了，我是不是得穿着罪犯的服装啊？通判比较冷静，说你现在没有定你的罪，你还是朝廷的命官，你就穿着这个朝服出去就行。前来抓捕苏东坡的差官气势汹汹，径直闯入州衙，苏东坡战战兢兢迎了出来。来抓的这个人，这个黄甫子来了之后，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就是来吓唬你的。而苏轼果然就被吓唬住。苏轼是说这回来只怕是要赐死的，死也不要紧，你让我回去跟我的家人诀别一下吧。这个时候，这个黄甫子才开口说不至于死。差官嘴上这么说，做法却很粗暴。他下令差役用绳子把苏东坡捆起来，押往京城受审。御史台是北宋最高司法机关，御史台的大院里树上经常落有乌鸦，因此人们也把这里称为乌台。关押苏东坡的地方正是乌台监狱。他自己形容他是100次高的像深井一样的一个监狱，然后他仰面看的时候只看很小的一片天，而且用了一个词叫“五垢通宵”，就是骂他羞辱他，通宵不让他睡觉。苏东坡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于是把含有剧毒的青青丹埋在土里，他准备有朝一日必须面对死亡时自我了断。舒迈给他送饭，父子俩就有个约定，假如说要判死刑了，真的怎么能够让他早一点知道，有个心理准备，所以就约好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送一条鱼。因为花光了盘缠，苏东坡的儿子苏迈决定暂时离开汴京去找朋友筹钱。他找来亲戚替自己为父亲送饭，结果这个亲戚可能就想给苏轼改善生活，就送了一条鱼。苏轼一看这个鱼，完了，这下完了，要绝对要死了。苏东坡想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他给自己最牵挂的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这首诗里边有一句非常有名，就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不独是才华独一无二，他们的兄弟感情也是千古之下就只此一对。苏东坡一生宦海几度沉浮，兄弟间的深厚情谊是他最大的慰藉。苏东坡第一次为官到凤翔赴任，在途中他给苏辙写了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笔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见驴嘶。是我每次在哈佛，我在开一个中国古典文学介绍课，我讲到宋代文学，讲到苏轼，一定会讲到这首诗。
飞鸿这么优雅的鸟，它不是在天上飞，它是在雪泥里面践踏。我们每个人都会被人生当中很多沉重的东西、累赘的东西拴在这个地面上，几乎是一种很悲哀的一种情景。泥上偶然留指爪，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留下一点点的印记，雪是会化掉的，泥也会干掉的，之后就没有任何印记留下来了。雪泥红爪，这四个字宿命般的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写照。所以他们兄弟两个人不仅仅是在雪泥上面崎岖的跋涉，没有骑马，他在骑驴，不仅骑驴，而且那个驴还是个简驴，就从一个优雅的飞鸿变成一个简驴，就是又有一些幽默在里面。都市能够活下来，他很多人生的困苦能够经历，靠的很多是那种他对自身状态的一种幽默感，一点点微笑，他跟地理之间的这种相对一笑，这个时刻是永远在这块的。此时雪泥红爪都已从苏东坡的视线里消失，他对世界充满善意，他无法理解自己何以遭受这样的厄运。苏辙说，就是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就是乌台诗案为什么要抓他，说得很对呀。有人想要置苏东坡于死地，然而在这生死之际，挺身为苏东坡说情的人更多。王安石他也托人带话给神宗，说这个盛明时代啊，是不能杀有才华的人。曹太后这个生病期间呢，啊，神宗去探望的时候，曹太后就问他说那个先帝在的时候啊，认为这两个兄弟都是宰相之才。我劝你现在赶紧把他放，你把他放了，我才能好起来。大家呢的这种援救呢，也等于给神宗一个台阶下，这样这个整个这个乌台诗案就算告一段落。朝廷的判决终于降临，苏东坡贬官黄州，任团练副使。身为有罪的官员，苏东坡不准擅自离开黄州，不得签署公文。乌台诗案终于尘埃落定，苏东坡走出御史台的监狱是在公元1079年旧历除夕之前，他已在这里被关押了130天。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在漫天风雪中踏上了通往黄州的路途。那时的他一身鲜血，遍体鳞伤，乌台诗案让他领教了朝廷的黑暗，所幸他没有被推上断头台。前路迷茫，苏东坡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他不会想到天高地远的黄州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之地。苏东坡被贬黄州，经受着精神上的孤独和物质上的困苦，获得一片东坡之地，让他从名满天下的文豪变成为生活奔波的农夫。苏东坡的另一种人生已经徐徐拉开帷幕。